为什么你不留在台湾发展，而是选择大陆的剧团呢？闽南地区是高甲戏的发源地，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地方值得钻研学习的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剧团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学员，你们要更加勤奋努力。好。跟腱断裂情况比较严重，有可能呢，你这只脚以后都不能再做剧烈运动了。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，也包括你。史哥好，我叫林芳怡，来自台湾，请哥指教。可是团长前几天叫我们一起讨论啊。你跟我一个废人有什么好讨论的？史哥，你怎么没有看我修改的剧本啊？我不是说我最近比较忙吗？没空看。这个很不错，不过还差那么一点点。我们是乡亲，我们是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在围头的这段时间，我们采访了很多把女儿嫁到我们金门的人，也让我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故事。我妈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，那人是从金门过来的一个海员，他们很相爱。当年我跟我爸说要和金门的小伙子谈恋爱，我爸死活不让。这点我的水拿着上游，你就可以吃到咱家乡的水了。林芳怡，是你让我重燃起对生活和事业的热情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佳女主角。从这里到金门也就5.2海里。这么近啊，那我都可以游过去了。